嗱，嗰成嘅情勢咧就好喺歷史上都少有嘅。東吳咧五萬幾人嘅啫，五萬幾兵。曹操係83萬人馬下江南。咁你五萬幾打83萬咧，你點打都打唔贏，係咪？但係咧，好在有個長江頂住佢未過得嚟，因為北人不熟水戰，咁佢要訓練水軍，因為水軍要輸緊嘅。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周都督。